多部经典作品，精湛演技与亮眼外形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日前唐嫣正在赶拍新戏，然而却经传因为服装及场地因素，导致左脚脚踝受伤。好在她紧急治疗后已无大碍，只要之后好好休息就好。而剧组当下也立即发声明致歉。近日唐嫣就被拍到已经回剧组拍摄，只见她身穿一身古装，左手拄着拐杖，左脚穿戴护具，看起来受伤情况并不轻微。而唐嫣为了不耽误剧组时程，即使受伤还是回去拍摄，让许多粉丝看了纷纷心疼，表示唐嫣一直都很敬业，之前拍戏大伤小伤就有不少，从来没有讲过，还是好好休养要紧，早日康复啊。